城城哭了。范冰冰霸气回应，吓退水军。日前，范冰冰弟弟范丞丞在节目首秀现场崩溃痛哭，说所有人都觉得他靠姐姐，自己感到非常委屈，同时也因姐姐的原因自己特别的有压力。网友不禁说道，姐姐看了该多伤心，本来觉得是很多人跪着都求不来的，谁知道给你造成了这么多的压力。本来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了范冰冰身上，看范爷怎么回应此事，结果范爷的举动却震惊四座。范爷将自己微博的头像变成了自己的弟弟，而且为弟弟新作发微博宣传。范爷果然霸气，这不就是在告诉网友，我们就是豪门，我弟弟最棒。